拿着画笔沾上颜料，小心翼翼地在纸上作画。这是新义社大风雅画社应区公所之邀，用油彩画出他们心目中福德土地公庙的美丽影像。很冷嘛，但是他这个庙又刚好是春节嘛，啊，春节就是说非常多那个很色彩，有没有？就是说会比较难画一点。庙本身来讲，它的成色啊，也比较属于往内部这样集中的一个空间啊。那我们的住家一般来讲的话，大概就比较没那么繁复啊，所以画庙的话，它一般的会比较复杂一些。为了恭迎新义区虎林街内的福德土地公庙170周年诞辰，新义区公所特别邀请风雅画社用油彩画出拥有百年历史的福德土地公庙，也为3月起跑的1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提前暖身。福德文化祭里面还有这个对我们福德庙的一个福德正神的一个导览，哈、哦，可能这些都是在画一些我们庙的一个油画、彩画哦，来让一些香客哦来了解哦我们这个庙这样子。这一群热爱画画的社员就坐在福德土地公庙前认真画了起来，虽然天气冷飕飕，但却不影响他们爱画画的心，也象征土地公保护这片土地的力量永远不变。台播大台北数位新闻曹登华、尤湘婷采访报道。